好靚，不過呢度唔係最靚。過過少少嗰度有個海運，佢有個沙灘，係全韓國最靚嘅沙灘。叫啊，其實就好垃圾嘅嗰個沙灘，佢哋叫到最靚嘅沙灘。好啦，跟住嚟啦，咁多位一齊啊！住嘅話，跟團住唔到，一定要 walk in， 所以佢個規格比較高，做得團通常嘅 level 就低咗噶啦。我望呢度啦，見一見啦嚇，呢個叫東泊公園。咁你見到咧，成個咧，以前我哋叫東泊半島啊，島嘅半島嘅呢一邊即係嗰邊啦，啊嗰邊嚟講咧就係呢個叫海運台。海運台咧係韓國數一數二一個游水嘅地方，叫海水浴場啦。其實韓國以前都冇乜點拍過啲水叫災難性嘅電影，有一套叫做《海運台》嘅電影就講海嘯嘅，就係講我哋啱啱過嚟嗰度，講我哋大橋，所以有名氣喺度咯。話個海嘯冚過嚟嘅時候，那個壯觀情景就係講我哋大橋。咁我哋而家位置喺呢度嚇，咁一陣間嚟個媽媽，我哋一齊跟住大家帶住一齊行。你行進裏面有啲嘢咧寫得好靚仔嘅，啊一寫好似幾多景點，其實就係同一個地方嚟嘅啫。啊燈塔啦，燈塔啊啊！嗰、那個啊會議嗰、那個高峰會會址啦，雙峰會會址啦嚇，望個對面海講我哋大橋啦，其實講個地方嚟嘅啫，啊寫係寫好多嘢嚟一個地方。咁啊，但係影相嚟講，邊度最靚仔咧？等一行過去嘅話咧，中間有洗手間，我唔知道你啦。香港團有陣時比較感覺上一個鐘頭都要去廁所嘅，啊咁啊嚟講咧就佢去洗手間中途。咁但係你一行到半路嘅話咧，你等團住咗出翻嚟咧，繼續向前行。咁啊呢個嚟個會所地方咧，有陣時有陣時唔開。咁但係裏面影就麻麻地嘅啫，你哋要影嘅咧，你可以行落去嗰個會所下面。其實嗰度都唔係最靚嘅地方，最靚喺邊度？係燈塔個位。燈塔呢個位嚟講喺邊度咧？喺呢度。啊，呢度嚟講咧，第一影個燈塔好靚，第二嚟講咧，燈塔望出去咧就見到果裏大橋，影出嚟個景係好正嘅。明我咩意思嘛？咁喺陣間嚟講咧，沿路入去，咁你可以沿路翻翻出嚟，或者你想兜個圈嘅，咁你咪兜翻出嚟咯。明我咩意思嘛？我哋可以約個時間，乜嘢？不是差好遠的時間 OK 的嚇。而家嚟講咧就係8:50，我哋預一個鐘頭喺呢度，咁啊就係9:50沿路出翻去上車，咁啊得出嚟嘅時候洗手間都去一去，而家唔好即刻散住，跟我一齊行。我去到嗰個位洗手間喺邊度啊？成日指一指大家，沿途你哋再自己出翻嚟 ，OK？ 嗱，習慣性自己上車，習慣性呢啲人都係有你冇你見到洗手間都去一去咯，因為你天氣凍咧，你冇乜汗啊，冇汗就多尿噶啦。啊！有陣時朋友問得佢好簡單説話，坐車坐幾耐一陣間20分鐘。啊！咁我唔去啦。咁我架車唔係停喺廁所門口啊，大佬。我講你要河下一邊路先有廁所咧，明我咩意思嘛？好，咁多位跟住我一陣行嚇。係啲住啊，你大佬一隔喺度住啊，喺跟行。
我就先问一下，我就过来。
都係有個頭白機咧，好似但係呢只咧係溝個種嘅。呢一種都好神奇，係啦。沿途見到有賣咯，呢度係買盒裝，你哋唔使買盒嘅。你哋沿途見到買啲散裝一粒，周圍都係呢啲咁嘅石塔嘅。首先要強調，朝鮮半島嘅石塔同喺濟州島見到嘅石塔係有啲唔同嘅。呢度咧三多，第一多我講過風多。第二多石頭多，所指嘅石頭係講咩咧？係指濟州島嘅火山石，即係呢一啲嘅火山石。咁你見到用火山石堆出嚟呢啲咁嘅石塔，佢嘅特點就係上邊有一個石頭拱起咗，其實係參照翻一陣間你行落去睇一個火山岩層，係大自然嘅鬼斧神工，係講緊幾十萬年前啲火山熔岩同海水交融之後，經過風吹雨打形成咗啲形態出嚟。咁下面嗰嚿咧就好似個龍頭咁樣嘅。咁啊，就呢個龍頭咁，然後咧擺喺個石塔上邊嘅呢一座石塔叫做辟邪塔，係保佑漁民出入平安嘅，係有別於你喺其他地方見到用普通石頭堆出嚟嘅石塔。但民國公民咧，佢哋好中意冧石塔嘅。喺朝鮮半島有個地方叫做泉州，屬於當時三國時期八旗嘅首都。咁啊，嗰度隔離有一個地方好出名嘅景點，叫做馬爾山石塔堆，或者有段可能去過。咁啊，馬爾山又都去到嗰邊嘅話咧，我哋會介紹團友啊。呢座山咧就係有位道士叫李龍格先生，百幾歲，而家仲唔知喺唔喺度啊？就一個人諗到座山出嚟，團友睇完唔信嘅，冇嘢係話，一個人邊諗到呢座嘢出嚟啊？應咗我哋中國人一句説話叫咩啊？愚公移山精神，啊，韓國人有種願望石塔，唔緊要啦，中意唔聽聽聽冇咁多所謂啊。咁嚟講咧，就你見到周圍都見到，包括濟州島都見到，你用普通石堆出嚟嘅。咁你冇走去攤低而行埋去拱冧人哋啲石頭喎嚇。呢啲叫做願望石塔堆，例如好似三星集團某個部門，佢哋出去旅行，佢哋好願意就係成個部門嘅同事一齊冧座石塔出嚟，希望來年嘅業績會點啊更加好。呢個願望石塔堆喺韓國周圍都會見到。咁你見到呢個咧就唔同嗰、那個，呢、這個係屬於辟邪，但係保佑漁民出入平安嘅。咁但係你見到嗰、那個一個石柱，嗰個係咩嚟嘅咧？濟州周圍都見到啊，仲有遊民。呢、這個嚟講咧就其實佢係同群文化，即係走漢傳文化講緊。我琴日都記唔記得講過呢度有本土嘅語言，韓國人嚟到呢度都唔知道乜嘢係本土語言嚟嘅。就好似我哋行程當中，佢嘅先地可知啦，先歌詞啦，仲有啲將軍成 world 嘅，你問啲韓國人都唔知我講乜嘢嘅。呢係本土語。本土嗰個就係以前咩咧？元朝嘅時候為咗擴張個版圖，西邊打到去邊度啊？歐洲，東邊諗住要東渡日本海，要去邊度啊？打日本，兩次東渡失敗。咁啊，濟州島作為以前元朝時期放養戰馬嘅牧場，所以你一陣間沿途出去會見到好多地方都養馬嘅。但係呢啲馬一睇就知咩馬，蒙古馬，細細波嗰啲，細細個嗰啲，周圍都有馬。韓國呢度本土有食呢個叫做馬肉刺身。咩馬骨粉、馬標好馬油啊，好多馬就係呢度，係呢度係本土文化。咁呢種咁嘅圖騰文化就講遊牧民族文化。其實你一睇就知㗎啦，我哋唔係講鹹濕嘢啊。呢都係屬於男性嘅生殖器官嘅圖案。你睇都知㗎，你一睇你想象到係咩嚟啊？咁佢有名俾你叫啊，佢有睇嗱，你見到有啲一座擺喺度，我哋睇手勢，左手上，右手下，男左女右，左文右武。咁你見到左手在上嗰個咧，佢個名叫做哈魯邦。右手在上嗰個咧叫哈魯邦，屬於一種土地神啊，土地爺爺佢哋叫做係保佑咩嘅咧？就係你有冇見到佢個心口呢只女人摸出嚟？最主要係喺鼻哥。韓國古代之間好多石像啊，你都遲啲可以帶你啲咩佛廟啊成。你見到韓國啲佛像乜像都好啦，啲鼻哥啊成日都俾人摸到蝕曬嘅，甚至乎俾人剝咗嘅。點解咧？好得意啊！佢哋咧就摸土呢個就唔知邊個諗出嚟就話咩求財嗰啲，其實係摸邊個咧？摸鼻哥，佢哋求仔啊！摸鼻哥球仔啊，咁啊嚟講咧就鼻哥好多都摸到花曬，但係你見到佢哋好多佛像、石像嗰啲，包括呢啲土地神石像，個鼻哥俾人剝咗，佢覺得摸都唔夠癮，磨粉啊攞嚟沖水飲仲好啊，所以見到韓國古代到依家好多佛像咧磨爛個鼻哥，生唔到仔咧，係啊係啊，知你有睇啦，有拍啦嚇啊，咁啊嚟講你見到啦嚇，呢個咧就係屬於本地嘅一個守護神啊，叫做哈魯邦。你哋咧一定要影呢張相啊！點解咧？你翻到去問你邊度翻嚟啊？濟州，你冇貧為冇貧冇居啊！所以你就一定要影張相。韓國觀光社嘅所有嘅 poster 都係影呢張哈魯邦嘅。OK， 得個支持。就喺邊啊？影。唔好亂亂忙啦！走。龍頭岩咧就喺凳仔嗰個位影。
好慢啲做。所以呢，几乎不产大米的啊。那其他地方的话呢，这个大石头一般都是用什么动物拉呢？像那个牛啊、驴啊这种动物拉的。但是这边的话呢，主要是用这个小马拉的啊。哎，这个矮矮的马这样的。但是呢，不是拴的是一匹马，是拴的是两匹马这样的。因为这个马特别聪明，不爱干活啊。所以呢，前面呢拴的是母马，后面拴的是公马。公马呢追着母马跑才能干活呢，这样哈哈，这里算的是两匹马这样的啊。哎，那这个马的话呢，全身都是宝贝一样，这个有没有听说过啊？对，这个也没有啊。那这个马毛的话呢，主要是做什么呢？做那种什么笔呀、刷子之类的啊。它那个马皮的话呢，可以做什么呢？像那韩国人敲的那个长鼓，知道吧？那个长鼓，那个鼓的那个皮啊。然后呢，还有它那个马肉经常吃的话呢，对血液、血压是非常好的。哎，还有它那个马油的话呢，对我们皮肤特别的好。马油一般都认识的啊。然后呢，是马的骨头的话呢，对我们的关节呢，那个特别特别好的，吸收率也非常的好。这样，而且这个马粪的话呢，它不会扔的，以前呢都会涂在那个墙上呢，有那个防寒呐、防鼠啊、防虫的效能在。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地下呢几乎没有什么黄泥之类的嘛，所以呢我们那个建房子呢，那个石头跟石头之间那个添上去的以前都是那个马粪啊。马粪呢晒干了没有什么味道，哎，有时候呢把它那个晒干之后呢再烧火呢，蚊虫也会进到屋子里面去，也有驱虫的作用，再这样的啊。哎，那这个呢再看一下干什么用，以前用过的啊，对，放 baby 的摇篮。哎，但这个摇篮里面呢以前基本上都是那个放男孩子啊，女孩子睡在哪里呢？所以睡在地上，很聪明啊，知道为什么吧？啊，对，重男轻女。还有一个呢就是男孩子比较珍贵一些嘛，所以放男孩机会呢比较多一点，这样的啊。孩子呢就躺在这个绳子上面，尿尿的话呢有空隙，可以直接落到地下去，对不对啊？如果是大便的话呢，下面事先铺好像那个树叶呀、草之类的，直接呢把它给扔出去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嘛啊。就是以前用，现在呢肯定不会用它了，直接用那个尿布就可以了啊。哎，妈妈走到哪里呢都会提着这个篮子去的，一边干活呢一边给他摇一摇这样。哎，孩子不睡觉的情况下呢，妈妈这样给他摇，轻轻的摇嘛，如果他再不睡的话呢，妈妈用力的给他摇啊，一直摇到他睡着为止的。哎，这个里面的小孩子呢不是说自己想睡了睡的，怎么样睡着的呢？都是给这个摇晕了嘛，哎，昏睡过去了啊。你从小呢把这个头部呢摇这么厉害，哎，
脑细胞会死的很多，对不对？长大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哎，对不对？不聪明了嘛。所以呢，以前呢，我们这边男孩子呢，稍微那个，哎，笨笨的、呆呆的这样的嘛。神经病。哎，但是有一点好处，他们也是呢，是出海打鱼嘛，坐船不会什么。对呀、啊，不会晕船了，讲对了，这个是他的好处了啊。哎，旁边这个缸干什么用？看一下，猜一下。水，打水。对对对，水。济州岛缺淡水吗？以前都是到山上呢取水喝才可以的。一次水呢，一个来回得需要呢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很远的。那么谁来背这个水缸呢？老公。老公啊，那你家的老公特别棒啊。啊，那现在的话呢，可以的，以前的不可以啊，以前都是由女人来背的。哎，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大人背。这个小的话呢，小女孩背这样的，一般都是十岁左右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背水喝这样啊。那么如果是结了婚的先生，哎，背他的话呢，他呢是想这个离婚的时候背。嗯，想离婚的话呢，不用讲话，就背这个在村子里面转两大圈就可以了，很简单啊。这里是宣传一样，广告一样嘛，全村人都知道。家里女人怎么样呢？很丢脸嘛，男人就会自动的走掉了，离开这个家。以后呢不好找的，男人少的关系嘛。所以说，以前女人她再怎么生气呢，绝对不能把这个气直接发泄到自己先生身上，很怕呢被给休掉这样的。所以生气呢，就是把这个水缸当成自己的先生，当做出气筒的。一边这缸啊，对，一边骂这缸的哈，这王八蛋啊，不干活也可以随便的骂的哈。有些时候呢趴在这里又哭一哭，有些时候呢拍着这个呢就唱歌呢，把自己这个所有的怨气给发泄出来的。所以这个水缸上呢沾满了女人的像煤气啊、晦气、怨气，就不好的运气嘛。因为以前那个男孩子不准备这个水缸，在这个原因上会倒霉的就对了啊。以前呢主要是男女不平等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现在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了，男女怎么样？对，平等啊。我们这个地方女人地位觉得呢还是稍微高了一点啊，所以呢女人现在生气的话呢就不需要打这个了嘛，可以怎么样？对呀，直接打男人了，把他给拉过来，你走一拳又一拳，顺便踢两脚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呢最好不要在老人家面前的啊。我们这个民俗村也叫那个长寿之村、健康之村嘛啊，基本上都能活到八十多岁、九十多岁呢，一百多岁还有好几位。他们这个思想观念还是呢比较传统一点，所以他们不喜欢打骂男人的啊，所以在他们面前呢稍微抑制一下，不在的时候呢随便的打一打、骂一骂都没有问题的意思了啊。我们站起来到那边一起来看一下吧。好，不要，对这个老人家的方面呢。stable 然后呢，能看到很多那个缸之类的嘛，这些缸都是干什么用？对，装水，还有什么？男女的话呢，都是六十到九十岁的老太太啊，他们大概都是十岁左右的时候呢，每天在下海捞一些海鲜回来。거기서 이렇게 턱 좀 땡겨봐.
차가 이렇게 턱을 이렇게 쳐들어. 先人唔係咁好啊，講緊仗啊，嚟啦，聽聽先嚇。嗱，由而家開始，我哋養一個習慣，去目的地嘅時候，盡量用翻正常嘅步速過去先。你哋出嚟嘅時候可以行慢少少，如果你入去嘅時候你好散漫地慢慢褪入去，你出嚟就會好趕嘅。明我咩意思嘛？咁我哋入去嘅時候跟翻正常步伐一齊入去。我哋而家入去裏邊，即係行到，我帶你一齊行到目的地。大嶺縣係指緊成個 area 呢一區，你見到呢度咧。可以數得出的墳頭23個，但是看不到的有200多個，全部都是新羅時期，差不多1400多500年歷史的了，已經是。而其中來說，1973年的時候就發掘了其中一座，
天馬蟲點解叫天馬蟲就知啦，衣冠蟲啊，蟲就係焚穴嘅意思。天馬咧係因為裏邊揾咗一幅彩色嘅壁畫，上面有天馬嘅圖案，所以起名嗰個墳頭就叫做天馬蟲。咁啊，而家你見到裏邊嘅一啲擺設品咧，都係屬於係硬品、仿真品，11,500多件嘅真品，全部都喺慶州博物館，你睇唔到噶啦，已經係呢度。我哋嚟到純粹係咩咧？目景點係天馬蟲，睇係睇咩啊？睇紅葉，明我咩意思嘛？喺入去裏邊嘅話，你去到個目的地，你可以個墳墓裏邊行個圈，好細，兜個圈冇乜特別睇。裏邊有新羅時期嗰啲皇冠啊，嗰啲都假嘅啊。個墳頭就唔係最靚，最主要就係入去嗰段路同出嚟嗰段路，好容易就點樣咧？一路行入去咧，哇！咁就又哇哇哇都唔想走啦。入去嗰時候淡定少少，呢個地方唔錯，呢個都唔錯。真係唔開心嘅，真係靚啦，不過人多影唔到。哦，得啦，又唔好，搞到殺曬景嘅，好靚嘅，搞到好靚。學你啦，搞到死。見到嘛？嗱，呢度望落去係咪五顏六色啊？明唔明啊？個感覺你又識得補咯，每個位。你唔好激死佢。呢扎紅，激死佢。呢一扎綠，呢一扎黃都靚，見到嘛？呢扎嘅黃你喺呢度穿過去，嗱，你跟過嚟呢個位置度，擺翻呢個位。咁你見到佢嗰度穿過去又係靚嘅，因為有光射落嚟啊嘛，又好正。嗱，好似靚咗呢度，嗱，加強啦，見到冇？嚟，我哋好埋少少，見到啦，加強見到嘛？呢一堆，好少片黃，縮過嚇。誒，仲有呢度植物嘅，呢度靜嘅，見到冇？靜嘅時候又見到係嘛？好清幽，你影出嚟可以影到成個好似沙龍咁靚都得，可以慢慢嚟。沙龍得唔得？啊！啱翻出嚟又影，我而家去咗個鐘。好靚，好靚。如果影人的话呢，尽量不一定要全身，拿回个半身 close 翻个人大啲，景我嚟讲衬埋咁 OK。如果你整个细嘅影人细得滞出嚟咧，不伦不类啦。系啦，人多嗱，呢度又嗱，见到吗？呢个又靓系咪？前边系黄绿，后边系红，穿透过去影出嚟又好靓。系啦，嗱呢边又好靓吓，你真系普通嘅位置。翻到有排先慢慢執咯，而家係咪撳咗佢先？佢個拍拍咩拍氣啊？唔係嗰啲係，可能係啲咩啊？嗰啲咩喜慶啊，或者屋企啲先啦，過嚟影相嗰啲啫。佢啲幾靚喎咩？外國啊嘛。佢著嘅呢一套咧，唔係屬於朝鮮時期嘅服飾嚟噶。你哋唔識睇就以為係哎呀以前大長今嗰個服飾，一睇就知噶。呢個係新羅時期服飾嚟噶。新羅服飾嚟噶，佢個計係唔同噶。呢度又綠紅啦，呢度一吹吹佢三隻色添啊，紅、黃、綠、紅，後邊有揭色，係啦。嗱呢堆又好靚，嗱呢堆又好紅啊，見到冇？呢堆望上去，梳翻上上邊，呢度位梳翻上上邊影，加埋嗰度掉一片片嘅黃，咁啊襯出嚟咪好靚咯。啊，你要識得配搭咯。
身，好鬼上邊嘅色。佢嗰個靚身。又而家啱啱光又啱啦，又配光。好似成棵紅色嘅，你影唔到我人噶。幾後啲？系啦，四点钟上车，影相嘅话咧就外表带影得唔系乜特别，而系里边睇嗰个石像最好。呢度上嗰边落，四点上车吓，四点，呢度上嗰边，呢度上去睇个石屈，里边嗰块石像睇住喺嗰边落。咁多位喺呢度上，睇上面个石屈。那個石像看完落回來這邊四點鐘我們在出面下來是啦很多地方都是大陸的一樣我們的初期起的踩得人去是啊現在不是啊現在這裡這樣上去是那邊落是啦觀音廟嗰度就小心啲，嗰度就斜啲。喺呢度上，呢度上，兜去嗰邊慢慢落翻嚟。喺度就冇上，喺度。係啦，慢慢上。以前就咁上嘅，嗱而家唔俾，因為呢度都唔，你呢度上就道入空門啦，嚇，看破同西，同道入空門。道入空門啊！冇，唔係個個都有呢個指下門嘅嗰個能力可以做呢樣嘢㗎。唔係好遠啫，好濕碎㗎。呢度上，兜上去慢慢落翻呢個斜，係唯一入邊嗰度。呢只睇得好正常。反正一来到边度，呢度落去啫。
人咧全部全部清曬，啲全部都後期出曬年代時候先變翻出嚟。我真的好眼力，是柿子皮。
旅遊都係去到幾年外國人啊，賺多啲少少唔出奇啊，唔好放在意啊，旅客出嚟啊，求開心啊，唔係求尋行陣啊，嗰、那個尋仇啊，乜乜幫佢嗰陣殺氣啊，所以變咗你嗰啲有陣時見到下邊爭少少唉是但啦咁樣啊，有啲好多自由行咧都會去對面嗰度啊，成排食海鮮啊，嗌咗海鮮上樓上食。以前我哋初初好多年前都咁樣，而家唔搞啦，費事煩啊。嗱呢度啦，落邊嗰個摩啊，啊一陣間你哋喺嗰度行過嚟唔係好遠嘅，我哋仲想過嚟行嗰度行都得。坦白講啲嘢就我。